塞，这一看咋不错。Thank you.
锅子呀。主要是因为今天子，马上害怕打霜了，打霜了的话，这个锅子带熟子高，不能就是得留太久。一打霜的话，那锅子就肥了，所以爸爸他们就想趁最近，然后就把它卖出去，正好有人也进来收。然后我们家呢就只有几千斤锅子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